主料：雪梨两个，瘦肉100克，蜜枣两个。辅料：生姜一片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30分钟到1小时。准备好材料：瘦肉切块。锅中加水4百克姜片，水开后下瘦肉和蜜枣煮15分钟，雪梨去心切块，再下雪梨小火慢煮15分钟即可。烹饪技巧简单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